Hello， 欢迎收看《给我说》的现场直播。你好，我是 Eason 陈奕生。嗨，我是 Kate 佳琪。新年快乐！对，新年快乐！你还有什么要祝愿大家的？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是的，祝大家常捞常有啊！因为今天我跟你说，现在全球最夯、最厉害的那家火锅店就叫做海底捞。那大家最喜欢它呢？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它本身的那个番茄汤底，真的是超好喝、超好吃的。那当然，如果你去到它店吃的话呢，你要排队啦，你要去 register 那个 account 啦，哪个那个 code number 啦，分分钟也拿不到，是不是？抢号码，去到现在。真的抢了，可是也可能拿不到位置。而且坦白讲啦，你为了那个汤底去吃，你为了那个 service 去吃，去到那边吃好吃，但是讲真的，价钱真的要一点点小贵啦。那如果是可以把那个汤底买回家，自己在家煮，随时随地你要宵夜，你要早餐，你要晚餐，你要午餐，然后自己去买配料，哇，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吃到海底捞的那个精髓，因为这个汤底就是那个火锅的那个魂嘛，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吃到那个魂，而且呢可以省很多。对，完全就是在家里谁都可以做主厨，就是因为我们有海底捞的这个底料。对，那今天我们整个套组呢，一个套组就有三种不同的这个汤料要给大家。是，首先我们有我们的麻辣味道的，还有我们的番茄，还有我们的三鲜。是的，这是我们汤底。本身那当然你要在家自己吃的话呢，你要有这个 mini steamboat 是有的。我们套组最合里边呢，其实还有一个 mini 小火锅，那重点是还有赠品。是，我们的赠品有这个竹筷，海底捞的竹筷，然后我们今天还有这个 sauce 一起，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 sauce 太强了，对，燕麦青椒佐餐料。那这一个呢，佐餐酱这样子讲好了，是、它是燕麦跟这个青椒，所以它味道呢是就是很香得来呢，又有一股那个辣椒的味道，所以你直接捞饭来吃，拌面来吃都完全不成问题哦。是，而且煮了火锅也可以直接沾着来吃，一点也不会腻。对的，那今天我们整个套组呢是我们最超值，来自GO SHOW的独家套组，你买得到就是我们三款不同的这一个调味料，有两包两包两包都是番茄三星，还有麻辣，最重要是还有番茄小酥肉的小火锅，还有今天刚刚说的赠品，就是燕麦青椒佐餐酱，全套只需109令吉而已。是的，而且今天还有我们的独家赠品，火锅汤勺一个，火锅漏勺一个，再加上海底捞火锅专用竹筷两对送给你。最重要是今天用这个大红包 GO77C8 结账前的使用优惠代码 GO77C8 呢，就可以再扣八令吉给您，所以只需101令吉就可以把海底捞带回家。马上去到我们的网址 www.goshop.com.net 全马免运费，包含我们的沙发以及沙劳月。那其实呢，在聚会的时候，以前的人呢吃团年饭一定要打鱼打蛹，然后可能吃鸡呀、蒸鸡那些。那现在呢，因为可能随着年代不一样，而且要方便嘛，我觉得做火锅是最方便的一个团年菜哦。是，完全就是 all in one。然后现在我们的这整个套组呢，每一种口味都有分别有两包嘛，所以其实新年的时候最适合煮火锅，而且每一个火锅你吃完了不够再加汤再加料，就是吃到饱为止。而且今天如果你真的不是拿来煮汤的话，没关系。你可以拿来炒，就是用这个配料这个酱料呢来炒，就好比说那个麻辣，待会我们也会现场去给大家知道，不用汤底的话直接拿来炒啊，炒豆腐啊，炒鸡都可以。番茄其实也是啊，酸酸甜甜非常的好口感，就是把所有你喜欢的这个喜欢的这个你想吃的菜啊肉啊全部放进去，对，是多多轮都没有。因为其实火锅我们要讲了，你先不的话呢，那个汤本身就是那个精髓，那个魂啊，如果汤底做到不好吃的话呢，哪怕你买到再新鲜的食材呢，它就是淡而无味。那今天给您的话呢，就算你买到是不太好吃的食材，但是因为本身这个汤底呢实在是太强了，因为它是海底捞的这一个我们说 trademark， OK、yeah. 今天有它最著名的番茄浓汤，是，然后有这个三鲜浓汤、还有这个麻辣火锅底料，也是在套组里边的，而且是各两包。而且今天的套组呢还有这个个人自煮火锅，像我这么懒的人、其实也很适合用、就是完全把里面的这个粉丝啊菜包啊，然后我们的鱼豆腐我们的底料完全倒进去。那我们要提醒大家，不要以为说也是要煮那种是方便，但是也是要找热水吗？你要跟你讲哦，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你完全不需要加热水，不需要去煮沸那个水，加矿泉水还是普通的温水呢，倒进去就可以煮了。你看，不用再拿号码牌，不用再排队了哈，马上就直接在家里煮，煮多少都可以。像海底捞这样子一季哦，要排队排不停，可能你排队了也进不去。你终于吃到了是不是？是，我终于吃到了，对不对？是好吃啦，然后可能是买那种感觉。但说真的，刚刚我一开场就讲了，如果你去吃海底捞，汤底本身它算你一个价钱嘛，然后你去配上这些料的话呢，每份算了，每份都那么好吃，酱料也
结账的时候，哎呦，很心痛，讲真的哈。但是今天没有关系了，在家不用去排号码，然后你睡不着的话，要立刻吃没有关系，直接呢就可以用上我们今天套组里边的任何一个底料，火锅底料，再配自己买的新鲜食材呢，是省很多钱，但是一样可以吃到海底捞的精神，而且可以把自己选食材来，我们一起来捞，多进去。你想我之前去吃的时候，我和朋友去吃啊，对，其实有一点就是不舍得点这么多料，真的，因为花费很贵嘛。那今天的话呢，真的你们自己买自己喜欢的食材，而且今天很棒，就是说呢，我们使用的这一个木筷子呢，都是今天套组送给大家的，是一个竹筷。是。然后呢，你要的汤勺啊、漏勺啊，你要捞东西，对不对？来，我们一起来放这个，也是套组送给大家的，有这个汤勺、漏勺都是。是，好酷哦，就是海底捞独家版本的，就只有这里有。哇，这个麻辣的味道实在是太过的吸引了哈。那当然，今天呢，我又讲过，如果今天你不想煮饭的话呢，直接捞饭吃可以，因为我们有燕麦青椒佐餐酱，太棒了。对的，那今天呢，我们可以拿来沾我们的食材，或者是呢，我们可以拿来直接拌饭捞饭吃。比方说，现在今天你吃了一些鱼蛋啊、鱼丸啊这一些呢，都可以去沾上这一个今天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酱料。这个酱料你要买的话肯定很贵，而且味道跟你说吃过的人呢都觉得赞不绝口。太棒了，你先吃一口怎么样？对。尤其是沾那种 fish ball 啊，因为 fish ball 本身的味道不会很浓很强嘛，是不是？我也试一个吧，就是这一个，我们说虾滑，我们去吃 steamboat 的话呢，一定要吃这种虾滑这些。但是呢，味道可能清汤那些可能味道不够太浓的话，你可以再蘸我们现在酱料，是不是 ？OK， 你看那个满满的食材这样放回进去以后呢，就可以让你在家随时随地吃个火锅，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呢。那我们说吃盆菜，盆菜也是很贵，买太多料。然后你要煮的话呢，爸爸煮的，你吃得很开心哦，食完啪啪落又走走我，然后碗也是老人家洗耶。今天的话呢，不用他们老人家那么辛苦，你们一起去买那个食材，然后这个汤料呢全部丢进去，全部围在一起就可以启动了哈。而且哈，平时妈妈要煮，就是新年要煮，哎，过年菜呀、啊，然后要打扫，全部已经很累了。现在直接拿这个汤料，非常的方便，不需要熬这么久，直接煮，直接煮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精神，而且是随时随地任何时间。比方说年三十晚，对不对？你要煮这个，然后年初二的时候，因为很多地方没有开。然后你要去巴沙买食材也买不到，对，然后你过年前没有办法去准备嘛，没关系，你在你的这个冷藏冰箱上面呢，找出这些鱼蛋啊、鱼皮碗汤的那一些，然后呢，这一个佐料就可以开始再次启动。你不要用 steam 锅其实也可以，你直接用你的那个大汤锅，OK， 直接丢完进去就可以熬出一碗大汤了。是，而且今天这整个套组呢，刚才你说到有这个大汤，为什么说大汤？因为我们的整个套组呢，其实我们有三种不同的口味，包括了我们的麻辣、我们的三鲜，还有我们的番茄，每一个的这个汤料都有两包，然后再加上这个个人的自主火锅，我们的番茄小酥肉，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酱料燕麦青椒，太棒了，完美的组合就是这里了。全套只需109令吉，绝对是最低价，而且呢，外头是找不到，很多人都买不到番茄浓汤，所以都会在 GO 社这边抢购，而且有独家赠品给大家，就是有这一个火锅汤勺，还有火锅漏勺，是加上海底捞火锅专用竹筷两对给大家。是没错，再扣你八令吉，结账前的使用我们的优惠代码 GO7ZA， 只需要101块。非常非常划算，最重要的是我们这边货源呢比外面齐全很多，来我们这边抢购吧，上网订购还有这一个最棒的积分，最重要是全网免费包括沙巴以及沙拉月。哦，你看这个番茄底料，为什么我们汤可以那么浓稠呢？对，因为它底料本身的制作呢，那些番茄都是最新鲜、最上等的，严选的这个番茄全部在这个浓酱里头，就可以熬出一碗非常强的浓汤。对，除了可以做成浓汤，还可以拿来炒菜，就是完全这个番茄的味道已经融入了你的食材里面。对的，那当然今天不只有番茄的浓汤，我们今天的套组里边呢有番茄、有麻辣、也有三鲜各两大包。目前为止那么短的十分钟已经卖出了26套，耶！是的，因为过年大家一定要抢啊，不只是自己煮，然后我们过年要去拜年嘛。这个呢，我们送到你家就是整个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 一打开里边呢就完全是我们今天套组满满的就在里边。而且今天买的话有一个非常划算的方法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要输入我们的 GO7ZIN， 马上再扣你8块钱，就像新年我们送你红包一样，直接拿到更优惠的价格，把这整组带回家。对的，109已经超优惠，我们多扣八零七，只需101，只需输入优惠码 GO7ZIN。
七八就好了。那当然我们说自己煮的话真的很简单，到底如何简单法呢？哎，打开了包装，现在要放的就是这个我们的番茄汤包，番茄底料，对，马上开，而且很方便，有没有？是的，你看，准备了就是普通的这个沸水啊，然后就把这个汤料直接放进去。哦，哇，倒进去的时候那个味道就已经出来了，那个番茄的味道，因为它是严选食材。我可以让它再用我们送给大家这个汤勺呢，去搅一搅，这样子的话呢，给它完全的，给它很均匀的分布在整个汤底里边。嗯，那这个时候呢，你买回来的那些佐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全部加进去，盖上。盖子就可以吃，马上加是不是？马上加，很饿 ，lunch time。你看新年这样子，把自己喜欢的这个诶料啊放进去，要多少加多少。对，那当然你在家吃的话呢，我觉得吃火锅，火锅嘛，刷刷锅，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准备一些。你现在幻想一下。用这个海底捞的浓汤底料，再配上你买的新鲜的上等牛肉，然后猪肉片、鸡肉片、鱼肉片、生鱼片、三文鱼片，什么片都好，然后再配上其他的这些新鲜的手打丸呢，还有海鲜加进去，真的那个汤就更加的入味。那当然你的吃到的这一个佐料呢也会很入味，因为呢我们的这一个我们说汤料呢就完全被这个肉全部吸进去，所以你咬到的时候呢都可以吃到这个我们说汤底的这个鲜味。再加上今天呢我们有漏勺还有汤勺都是要送给大家的。是，还有我手上的这个竹筷，有没有直接拿来煮了，太好用了。噔噔噔噔，那竹筷呢是送给大家成双成对，不止一对，是双对，所以有两双那么多。而且我们的套组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燕麦青椒佐餐料，你看煮了这个料，还可以蘸着那个酱来吃，太棒了。这个燕麦青椒的佐酱料呢，真的超级好吃。是，你不买的话，你完全不无法体会到底有多好吃。我们吃过呢，到底有多好吃呢？直接拿来捞饭，已经可以吃。吃你起码两大碗的饭了，是还可以拿来拌面，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料沾着来吃，它的味道就是刚刚好，不会太辣，然后就是不会一吃了觉得很腻，要一直喝水。对，那其实之前呢，我们上一档的节目的时候呢，我的朋友啊就叫我买了好几套，那为什么要叫我这边买呢？哎，其实是因为呢，它在市面上呢，都很难去找不到这个番茄浓汤底料。但是呢，竟然 Go Shop 有货，所以他就跟我直接订了四套了。买回家以后呢，吃了没有后悔，他说真的很好吃，甚至他觉得其实比排队 walk in 吃更好吃。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自己放了很多料。我要吃一下，怎么样？是不是像我讲的，它的番茄的味道呢？番茄味道全部吸收在那个菜里面，所以你咬的时候呢，菜本身的很新鲜嘛。对。在挤出那个番茄浓汤的味道，哇！所以你说全部人冲着它来是绝对正确的，绝对是正确的。然后哎，销售量又多了，好像是50套了，各位，很紧张，因为可能是你在过年前抢货的唯一一次的机会。因为新年要吃得方便，吃得好吃，而且要昂昂红红这样子好意头哦，真的就要买我们今天海底捞。而且你想一下，你在这个哎从除夕再到我们的这个初一啊、初二、初三啦，每一天都在吃，你想你的这个汤料拿出来就很厉害了。对，而且呢，今天你拿去拜年的话，实在是太好看，你也不用再担心说要怎么做嘛。你通常妈妈出门前哦，哎被三米给缝地没了，我马上准备做伞，然后吃了出门。直接整箱提过去，非常好看。今天买的话呢，101令吉罢了，因为你用勾七七八，对，扣多少？扣8块。对，所以只需101令吉。里边呢有6包的这个调味汤包，是有番茄，有三鲜麻辣，然后我们的自煮火锅番茄小酥肉，再加上我们的酱料，还有我们正品汤勺、漏勺，还有竹筷。你看这是个盒子，把所有的爱、所有的温暖都送出去。你看非常多东西哦。刚刚我们说各两包的汤料分别有麻辣，有这一个番茄，还有三鲜，送给大家另外一个自制自煮的番茄小酥肉小火锅，而且呢是不用热水的，直接放冷水进去也行。还有这个燕麦青椒佐餐料送给大家了，全套只需多少钱？109块。而且现在刚才我说嘛，我们有独家的赠品，就是我们的火锅汤勺、漏勺，还有我们的竹筷两对。你想把这整合一起带回家，而且外面没有，就 Go Shop 独家。对，外面真的很难找哈。但是今天呢，更难找的地方是我们还要扣8块给大家。结账前只需输入 GO778 这一个优惠代码呢，我们多扣8块给你好意头啊，8块大红包，只需101令吉直接送到每个人的家，包括沙巴以及沙拉月。是，所以直接去我们的网址 www.goshop.com.net。马上下单，猜来看一下哦，兴奋哦！这个是什么？餐具包，餐具先放一边。这个有什么？菜包酱腌菜，看一下哦。
这个是虎牙醉油炸型膨化食品，应该是咬下去抠那一种了哈。还有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龙口粉丝啊，粉丝一定是很赞的。这个呢，先有一个白碗啊，这个白碗先放着，那里面还有两大包什么来的哈、哦？这个是我们的哈、啊、小酥肉，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番茄火锅汤底酱料啦，哒哒哒哒，都去汤底哦，先看一下哦。好，那为什么不用用热水嘞？因为我们有这一个发热包，用冷水、温水，什么水都可以，就是不用煮烧水哦，是不是很棒嘞？这些菜啦哈，酱菜，不用用剪刀，我这么娇弱都可以撕开，哇，看到吗？倒出来，倒出来，哇！肉很多哎，看到吗？小青可以吃的，放肉放肉，肉很重要哈、哦，吃肉才会饱哦。哎呀，看一下这个每次 out of stock 的到底是怎么肉来的嘞？哇，看到吗？看到吗？看到吗？倒出来比较清楚了，来来来来，倒出来啊！哦，很多哎，而且很香哎。15分钟已经过了，现在可以接种了。可是哈、哦，要让大家看看哈、哦，刚才我们没有倒热水哦，我们只是放发热包跟常温的水。你看哈、哦，它的烟不断的在冒，有看到不断的在冒烟吗？而且如果你凑近你的耳朵听的话呢，它在鼓嘞，但我口水都要流了，所以呢，马上就打开了哈、哦，紧张哦，我第一次吃哦，你有吃过吗？哇，你看那个烟冒出来。哇，太好喝了！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排队要去吃海底捞了。真的很赞。不好意思啊，你们很饿啊。不好意思，我先吃。这汤很赞哎。要吃火锅的时候，超级适合。被朋友放飞机，管他的，自己在家里吃啊，不用排队，不用化妆出门，吃粗鲁一点就。恭送给大家总值200令吉的购物大红包。其实方法很简单的，每一次买东西呢都有个别不同的这一个数额要回馈给大家。今天也行，就有8令吉的购物778就可以扣8块钱咯，需符合条规。好，我有海底捞火锅25年的领导品牌，爱用火锅去表达，让美味变得更轻松。全球最受欢迎的海底捞今天 Go Show 超值独家套组，买得到的分别有2大包的麻辣香锅调味料和2大包的番茄火锅底料，再加上3鲜火锅底料也是2大包，还有额外送给大家的番茄小酥肉小火锅以及燕麦青椒佐餐酱，全套只需109令吉，把海底捞带回家。是今天带回家的，还有我们的赠品，因为我们用火锅汤勺一个，火锅漏勺一个，再送你专用的竹筷，海底捞专有的只有2对。结账前使用优惠代码 Go 七七八，再扣8令吉给您，所以全套只需101令吉罢了。标准食品安全控制，严选我们的优质原料、酱料、真空浓缩技术，所以可以回味悠长，久吃不腻。吃海底捞谁会腻啊？所以赶紧下单，拨打热线或上网订购。最重要是全码免运费，包括了沙巴、沙拉月，一样是这个优惠价格吃到海底捞。全球最受欢迎的火锅海底捞，今天也来到 Go Shop， 你不用再排队，不用再懊恼几时要去定位置，要拿什么那个排队的号码，
今天你睡不着还是睡醒了肚子饿，自己怎么煮就怎么煮。而且套组里面除了有火锅底料以外呢，还有那个正品，对 ，mini steamboat 我最爱。有 mini steamboat， 有我们的筷子，然后有我们的汤勺、漏勺，还有今天整个套组还有我们的这个燕麦青椒佐餐酱，完全拌着来吃就是最完美的配合。主要是配合过年嘛，所以 Go Shop 呢要给大家大红包。今天买的话呢，本来已经超值优惠的109令吉的整套，我们给您输入优惠码 Go 七七八多扣八令吉回馈给您，所以只需101令吉耶，送礼多么的好看。而且呢，就算你没有办法回 hometown， 还是没有办法去见到你要见的那位朋友，但是你想送礼嘛，你可以填写他的地址，直接送到他的 office 或者送到他家，他一拿到的时候呢，整大盒海底捞爱用火锅表达整个礼盒呢，就在他眼前收到货了。是送礼佳品，自己煮也很方便。你想送给爸爸妈妈，妈妈不需要从早起来，然后熬汤准备这么久，就为了准备那个火锅料，现在非常方便。而且我们已经送出了多少套？71套。那跟大家讲哦，尤其是过年前的话呢，太多聚会，所以你要去海底捞排队拿号码要去进得到吃的话，是更加的难上加难。但是你家里的你爱护的这一个孩子啊，老婆老公或是爸爸妈妈，他真的很想吃海底捞，怎么办呢？不用去排队了，直接买一套带回家，他一样不用排队就可以吃到海底捞了。各位，是你想海底捞这么轻松就可以准备到，然后方便，然后你想每个口味呢都有两包，所以你想，哎，可能这个远亲他回来的时候可能有点塞车，来不及吃，还可以马上再加汤再加料，吃到你满足为止。就像那个麻辣火锅酱料啊，它是两大包，里面那个酱料呢是满满的，所以你要炒菜的时候呢，你要拿来炒的话呢，不用一次过下两包，你留一包。然后煮一包就好了。今天套组里边呢都是各两包的，分别有番茄、麻辣还有三鲜，都是它的 trademark。 还有一个刚刚我们最喜欢的这一个呢，就是小酥肉的小火锅，是番茄味道的。还有这个送给大家燕麦青椒佐餐酱，全套只需109令吉。还有我们今天的独家赠品，包括了火锅汤勺一份，火锅的这个漏勺一份，再送你两对海底捞专用竹筷。还有就是呢，多扣八令吉给您结账前的使用优惠代码 Go 七七八，我们多扣八令吉当初是个红包了，来七七八只需101令吉就可以买得到哦。来，太方便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海底捞不需要去拿号码牌，不需要排队，预约不到也没有关系，什么时候、什么时刻、在哪里都很轻松的可以准备到。而且今天呢，我们直接每个这个口味呢都有两包，所以不用担心说，哎，可能有些他们比较不喜欢吃，对对对，也没有关系，因为完全就是符合一家大小的味道。说真的，而且今天这样的吃法呢，说真的，海底捞也可以吃得很省钱，因为呢，昨天那个汤料本身已经打好底在你家嘛，那个魂我们已经把它带回家了。你要怎么吃，你放什么料，随你喜欢。是，现在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GoCCA 输入码呢 ，OK， 输入进去就可以直接再扣8块钱，已经很值得了。现在直接101块就有了。你看今天我们怎么捞，怎么去夹都好，因为今天也很贴心了，海底捞就是说呢，你买回家整个套组呢，除了说有这一个我们说汤底料包以外呢，哦，你看，哦，我们还有这个赠品呢，是那个餐酱，对，还有汤勺，还有这一个呢，不是一般的木筷子，它是竹筷子，有两双送给大家哦。OK， 你看这个它的 quality 是很好的，摸起来你那个是汤勺还是漏勺？我就是汤勺，所以我给你看一个，这个是漏勺。所以你要漏勺、汤勺，这个就方便我们拿料 ，OK。然后你要拿汤的话呢，汤勺也是有的。再加上呢，我们有两双的这个竹筷子，非常精美的，就这样子呢，直接在套组里边送给大家。你看，哇，非常的齐全，又方便大家吃。是，而且我们的这个套组还有再加上我们的燕麦青椒佐餐酱，可以拌饭拌面，直接沾着。那个真的，我拿回家呢，因为有时候真的很，我又不太会煮嘛，那怎么要拌呢？就直接拌饭，或者是你要去干捞面的时候呢，就可以拿这一个好吃好饭这个佐餐料送给大家的，就可以拌饭拌面吃。最重要是今天在我们这边买的话呢，首先要 make sure 你买到的是正品，而且有这个货源，外面
面买呢，你买不到番茄浓汤，所以大家都选择叫我帮他们卖。那店面的消费价，你看除起来呢，六个人的总共呢是282，哇，我觉得还算便宜了，是的。我上次吃两个人就要200块。对啊，其实大概是这个是算是很便宜了哈。那其他的价格，如果你在超市或零售去买的话呢，一包的那个汤料呢，其实已经去到14.9块，然后这一个迷你火锅这些套组里头也是有的呢。整30块，说真的是不是？然后这一个送给大家的这一个酱料呢，12.9块，所以这个整个套组呢132.2块。但今天我们独家优惠呢，只需109令吉，而且额外的有汤勺、漏勺，还有这一个足筷，有两对给大家。最重要是原装正品，肯定的，在GO SHOP买的话。是，还可以把这整个套组呢，我们就有一个独美的这个包装送出去，而且现在更省的话呢 GO CCA 马上输入优惠码就只需要101块。所以为什么过年前一定要抢呢？因为我们有红包嘛，过完年肯定没有这种红包给您了哈。而且最重要是过年前才要去买来送礼，而且也要在家煮团年饭、开年饭，都要今天赶紧要下单抢购。那我先问一问女生好了，因为可能男女生吃火锅最重要选择的东西可能不一样。是，那我想问一下女生，你喜欢吃海底捞，其实你是对它的这个汤底有所研究吗？就是最喜欢它的汤，是不是？是，我很喜欢它的汤。所以你觉得在那个店吃跟这样子买回家吃，你觉得都是一样味道，还是说甚至是这样子买会更好吃？哈哈，它的一样的味道，然后且很方便，就是完全不输店里吃，就不需要那么的浪费时间嘛，是不是？嗯嗯、OK， 那最重要的是，你觉得今天这个套组是真的很优惠呢？是的，是的。所以你会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吗？对对对，对不对？你看就可以送礼，又可以开年，是不是 ？OK， 那我也问男生好了，那刚刚就是说他觉得汤料跟外面吃店家是不一样的，那你觉得你最喜欢是什么东西呢？我个人比较喜欢呢是这个麻辣的汤底，因为麻辣这边呢，其实它本身我是有吃过了，对，海底捞的那个味道是比较浓的，更浓，对，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呢可以自己去加一些辣椒加或者花椒去可以提升这个味道。像如果不太爱吃太辣的话呢，这一个汤料包买回家呢就刚刚好，是不是？那当然如果就更喜欢，因为你去海底捞店你是这样子的，第一次的时候他不会给你过辣，你要加他就一直帮你再加料进去，所以回家的话也一样这样的吃法。对，最重要是回家吃，对不对？我们自己买佐料其实省很多。我们去海底捞里面吃那个酱料要另外再加钱，每玩一玩一百闷。对对，哎，可是今年整个套组呢超值，因为有汤料，对，两包各两包，而且哎不用稍微玩一百闷的那个酱料，我们还送你一罐13块的那个酱料，你看是不是超值呢？多买几套的话，你家里都有这一个我说很有货源足够在家。那而且我们现在售出了对多少97号，哇，今天真的卖很快，我觉得今天会比上一次卖的更好，是因为这个过年要靠近了，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都但可能上一次买不到，是，然后今天他就突然就清醒了，今天一定要抢，而且呢可能是我们过年前最后一次的这个海底捞直播，所以今天买的话是唯一的机会哦。是我们的 GO SHOP 超值独家套组，在 GO SHOP 才有的，就是我们有这个汤料各两包，包括了我们的麻辣、我们的三鲜，还有我们的这个番茄，再加上个人自主火锅番茄小酥肉，还有我们的这个燕麦青椒佐餐酱，一切只需要109块。当然，今天还有我们的独家赠品，我们的汤勺一个，漏勺一个，再加上竹筷两对，也是送给你的。那还有更厉害的就是呢，我们要给8令吉的红包给您，所以结账前呢，使用我们的优惠代码GO78，就这个8块钱的回扣，只需101令吉，省上加省。是海底捞爱用火锅表达，你看我们的麻辣香锅也是很棒，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麻辣可以做成汤底，也可以直接做成香锅。Yeah. 对，那所以你要去炒菜呢，比方说你要炒虾、炒鸡、鸡丁那些都有麻辣鸡，就、yeah. 是那种川菜那些都会这样嘛，或是一些粤菜也是有这种口味的。那今天不想做这个汤料的话呢，没关系，也可以拿来炒，以你个人的这一个厨艺去发挥，就可以吃到海底捞全餐。是，完全是谁都可以做主厨，因为我们有海底捞的这个酱料，想要买的话，亲爱的大家马上去到我们的网址直接下单了。对，如果是送去你家的话呢，你才要到过年的时候才去拿去人家家拜年的话，是就这样子一个箱子拿去，你看恭喜发财啊 K， 你看那么几开心，是不是又不用浪费时间自己去选，所以要把什么东西放进去，而且呢这样的一个套组里面呢应有尽有哦，但是价格呢却是超震撼的优惠价，而且呢一定是很齐全的，海底捞最著名的三一个汤底我们全部集中在套组里头，外面这样子
子买的话呢，没有赠品，132.2元，但是勾售的独家套组呢，全部齐全，还有汤勺、漏勺，还有两双的木筷子，只需109令吉。今天也不需要109，用我们的优惠价，当当当当，用我们使用优惠码扣8元，只需101令吉。是，而且今天整个套组就是刚才有说的，也有这个酱料嘛，可以配在一起吃。哦，这是我最爱的口味，我本身就很爱麻辣。那刚刚我就讲，你看两大包的这一个调味料，所以今天如果是好像少人吃的话呢，你可以 keep 一包，不用浪费，因为它味道真的很强。你看我直接煮了好不好？就直接煮，哇！然后你还要下这个干辣椒，是不是？是，而且它的这个香料，它的这个辛料啊，全部都是严选的。对，一定啊。豆瓣酱有没有？那为什么海底捞可以震撼全球，每天到那么多年还是要排队去吃呢？就是因为它 service 很好，然后这个汤料真的是太强，而且呢，食材超新鲜的。而且这个严选嘛，然后它的这个包装也是真空包装，所以不用担心，还有 ISO 的这个认证，吃的安心，吃的开心。你现在加这个是不是我帮你加？对，来加。哇，你看它给到哪？只是看辣椒干就知道，你自己买哦，都未必买到那么的这一个我们说新鲜的这个辣椒干，因为辣椒干会变很干嘛。但你看这种包装真空包装的，多么的新鲜的辣椒干呢？对，然后你看它一包里面就有两包，其实如果好像少人吃，可能放一包也行。对。而且今天你看那个味道是非常厉害，是不是？那今天哇，真的很厉害啊！那今天还有酱料，就是我们送给大家好吃好饭这个海底捞燕麦青椒佐餐料，就是这一罐了。它的味道呢不会太辣，但是有一股青椒味，然后有那个燕麦的香味，混在一起吃呢就有又辣又咸，然后不会甜，就是有混在一起的味道，也不会腻。你可以配在一起去捞去炒，或者是去捞饭也行。那当然，我们的这一个包装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看呢，每一包呢都是有这一个制造日期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保鲜呢是长达1年的嘛，所以不用担心。我们这个有2019年5月10日制造的，所以呢就可以非常新鲜。那当然呢，有一些它直接给您看到呢，就有这一个 expired date 是到2020年的，所以无论是你看到制造日期还是它的 expired date， 都是确保您是有1年的这个保鲜期，所以绝对非常的新鲜，不用担心。是，而且这个每一个汤料就有两包，新年的时候你看不用担心，不够的话可以再加料再加汤。对，我真的。想跟大家讲啊，你看阿 K 没有什么的这一个火候，但是他捞一捞的味道也是很强，因为本身味道很厉害，所以呢，大家隔着电视也被我们吸引了，已经卖出了121套了。哇，121套太强大了！我想这是新年最佳送礼，而且你想给爸爸妈妈在家里煮也很方便，有3种口味是不是？是的，都是我们最喜欢的海底捞的三鲜火锅底料。番茄火锅底料，还有 K 现在正在炒热的麻辣火锅底料，你要弄成汤还是要拿来炒都行。然后我们还有这个 GO778 的这一个优惠码回馈，所以你今天买的话呢，输入优惠码只需101令吉，就是扣完以后的这个价格了。那今天套组里头呢，我们说一大箱子买回家呢，其实还有这一大盒的迷你火锅套组。如何迷你火锅呢？ OK， 首先它味道是番茄小酥肉自煮火锅套餐。你打开以后呢，其实这样子打开以后哦，对，你不用加热水。 OK， 它底层呢有一个我们说有一个发热包，我们直接讲它是发热包就好了。你把那发热包打开，那个包装纸呢就是透明袋，打开以后呢放下去，然后加水在上面盖着那个发热包以后呢，再把那个料啊那些的全部放在那个小间隔上边，然后盖起来就加水了，而且没有烧水呢，对，我们直接加常温的水都可以了。那所以这样子怎么办呢？今天我可以跟大家讲，你先吃。我想到一个 point， 就是说这个迷你火锅呢，过年可能你要开长途车回家嘛，对，然后通常你走到那个休息站的时候，你要找东西吃，然后你会很累。那你今天泡面也没有那么方便，你直接把这一个海底捞的自煮火锅带在身上，你下去那个休息站的时候呢，只要你车有那个温水，或者是你去休息站买一个矿泉水呢，就可以加在这个自煮火锅盖起来呢，15分钟就可以提神，就可以一桌，可能你的一车里面2个3个都可以吃到哦。是，你看，而且刚才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用了这个竹筷，我们这一次套组里面呢有送2对的这个竹筷，限量版海底捞的这个竹筷，外面真的找不到，包括我们的汤勺、漏勺也是的。因为哪里有可能是连那种汤勺、木勺都送给大家？通常你要买那个锅才可能送嘛。那今天呢，我们买海底捞的佐料就可以送到，而且今天你看到这个2对竹筷呢，是非常好的材质的，也送给您的。来，马上吃。哇，很烫很烫。它的这个麻辣的味道好香浓。
就是可以吃到它真的是那个豆瓣酱嘛，盐水豆瓣酱，哇，太好吃了，完全无法形容，因为 OK 它不会太呛，味道是很浓辣，但是你咬下去的时候呢，很香很辣，你咬到进去呢，那个味道完全的在你的这那个舌里那边的完全的你尝到那个味道，你吞下去的时候呢，麻辣的那个味道一股突然间就冲上来涌上来了，但是又不会让你呛到，所以这是恰的好处。而且你想刚才我是用这个麻辣香锅的方式煮嘛，就是把酱料放进去炒，其实还可以做麻辣火锅，而且还有这个辣子鸡也可以做麻，对，这个麻辣豆腐是不是麻婆豆腐，对，麻婆豆腐都可以做哈。那今天呢非常齐全，因为呢如果你真的要去店吃的话，像还是我那句爸爸妈妈朝着你要吃海底捞，但是不知道 table 没有 table 怎么办，买回家也省下，因为今天呢如果你单单六个人去吃，这个已经是很便宜的，但是我们八个人去吃我们吃了700多块，我两个人去吃吃了200块，就一样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很便宜的了啊，但是你在家煮更便宜，对，比起你在超市去买这个海底捞的佐料的配套呢来得更便宜，你在外面买的话一整套而且未必买得到那么齐全的132.2块，那今天呢我们只需109令吉，而且多送木筷啊，不是木筷，是竹筷两双，汤勺、木勺也是有一对，就是各一个嘛哈。而且这个竹筷呢是长 的，对，而且这个独家优惠109呢，今天根本不需要109，因为呢，输入我们的优惠码 GO7ZA， 马上再扣你8块钱，新年就是要给大家红包，记得一定要放 GO7ZA 才购买。对，这个套组实在是太划算了，本来109有这个麻辣2包，有这个番茄浓汤料2包，还有三鲜浓汤料也是2包，而我们送给大家的番茄小酥肉小火锅以及燕麦青椒佐餐酱呢。非常齐全109，但是呢今天你用这个优惠码买不需要109了，是待会儿就是记得要输入我们的 GO7ZA， 然后今天还有这个独家的赠品，包括说有火锅汤勺一个，火锅漏勺一个，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竹筷2对，完全精美包装，就是海底捞独家有的，外面绝对买不到呀，奥塞达达巴不离不离，而且呢更加不达达巴一度昂包到OK， 因为今天我们有给大家8块钱的现金回扣，结账前使用优惠代码 GOCCA 就可以获得8令吉的回扣，所以扣了以后只需多少钱呢？101罢了，是太值得了，马上下单去到我们的 www.goshop.com.my， 然后也可以全码免运费包好我们的沙发及沙拉院，全码的朋友都可以享用我们的爱用火锅表达海底捞。恭送给大家总值200令吉的购物大红包，其实方法很简单的，每一次买东西呢都有个别不同的这一个数额要回馈给大家，今天也行，就有8令吉的购物7七8就可以扣8块钱咯，需符合条规。好，我有海底捞火锅25年的领导品牌，爱用火锅去表达，让美味变得更轻松。
全球最受欢迎的海底捞今天公售超值独家套组，买得到的分别有两大包的麻辣香锅调味料和两大包的番茄火锅底料，再加上三鲜火锅底料也是两大包，还有额外送给大家的番茄小酥肉小火锅以及燕麦青椒佐餐酱，全套只需109令吉，把海底捞带回家。是今天带回家的还有我们的赠品，因为我们有火锅汤勺一个，火锅漏勺一个，再送你专用的竹筷，海底捞专有的只有两对。结账前使用优惠代码 GO778 再扣8令吉给您，所以全套只需101令吉罢了。标准食品安全控制，严选我们的优质原料，酱料真空浓缩技术，所以可以回味悠长，久吃不腻。吃海底捞谁会腻啊？所以赶紧下单，拨打热线或上网订购。最重要是全马免运费，包括了沙巴、沙拉越，一样是这个优惠价格吃到海底捞。如何购买，如何来领取你的红包呢？其实你只要点开你的这个 register account 里边呢，首页呢就可以给你选择，你要 buy now， 按进去呢就可以去选项了，然后109嘛，你再 click 这个 buy now 这边啊，然后呢你去这一个我们有 promo code 那一些嘛，你要109是不是，然后 select discount， 选择你要这个优惠的这个方法，就可以出现可以选择多少的。那今天这个套组呢是可以选择8块 GO778， 你选择以后呢就自动变成101令吉，然后 place your order， 那当然地址那些全部填好了，那这样子以后呢就可以 complete 那个 session， 你就可以收到这一个海底捞套组了。那如果你有 Go Points 的话呢，你可以去 redeem 那个分数， 就可以变得更加的便宜了，太超值了，所以记得一定是 Go 七姐，记得一定要输入我们的优惠码，马上再给大家发这个大红包，一起大折扣把你这个整个礼盒都带回家，真的是超级礼盒。因为呢我们说礼盒礼盒也通常是我们送补品啊，然后饼干啊，但是海底捞突然间震撼全球嘛，所以今年如果你创这个心意，玩玩心意的话呢，你突然间送一set海底捞去人家家，或者是你摆在你的家里，然后你招呼你的朋友吃海底捞火锅的话，多么特别，多么开心，是不是？是，而且你想，你收到这个，哎，整个礼盒只有我们的 Go Shop 有的独有的包装，开进去，这整个套组也太强大了，因为每个口味就有两包，各大两包，包括我们的麻辣辣三鲜，还有番茄，当然还有我们的个人小火锅、自主火锅，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礼物，还有我们的两双竹筷跟汤勺、漏勺，还有一个酱料。那个酱料是不简单的，它是燕麦青椒佐餐料，就是有燕麦。青椒的，但是混在一起吃的话呢，有点像我们最喜欢吃的那种豆瓣酱，但是它比豆瓣酱呢多了一个非常好的味道，就是辣椒的味道，还有燕麦的香味，是豆瓣酱无法吃得到的。然后再来今天呢，价格跟你讲哦，肯定是最震撼的。对，来多少钱来看一看啊。OK， 店面消费呢，这个人吃的太便宜了，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特别讲。但是呢 ，OK， 我跟你讲，一般人去吃海底捞呢，如果是5-6个人的话呢，其实是500令吉左右，跑不掉。这个吃的太便宜，但是还是比你买回家自己煮贵很多啦。然后超市你这样的散买的话呢，而且我朋友跟我讲哦，其实你去超市根本买不到番茄。那个浓汤，对，这样子的话呢，加起来就要132块哦，但是也不包括，因为他们没有送给您两双的高品质足筷子，是汤勺、漏勺也没有送给大家。不过今天我们都有哦，但是来到 Go Shop 呢，只需109令吉，但是可以更优惠，怎么买呢？去输入我们的优惠码 GO7GA， 直接再扣8块钱给大家， yes. 只需要101块，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输入优惠码 GO7GA。而且买回家，因为过年嘛，你只要煮给朋友、煮给家人的话，已经很快吃完。但是你的保鲜期也不用担心的。我们所有的汤料呢都有一年的保鲜期，所以都会到2020年。然后我们今年才年头嘛，是不是？所以还可以吃很久。连送给大家的那个迷你小汤锅，这一个自主的迷你小汤锅呢，全部都是去年年底制造的，所以呢，它的保鲜期是9个月，因为它不是那种外面的那种很多那种我们说对打喊粉，我们说打喊粉的，每生很喜欢叫打喊粉那种啊。OK， 这个是比较安全健康，所以呢，它给你保鲜9个月。这样子的话呢，也是可以吃到2020还是新鲜的。是，而且今天我们主打是海底捞，这个有25年的
这个历史的海底捞，你想不用担心它的品质，而且整个真空包装有 ISO 的这个认证，完全就是品质保证，吃得安心，吃得开心，把爱心也一起送出去，看到就开心了，还不用没有吃啊。因为今天你看套组刚刚讲过的全部都有麻辣番茄三鲜各两包的汤底，还有这一个番茄小酥肉的小火锅，还有就是我们都很喜欢的燕麦青椒佐餐酱，全套只需109令吉。今天我们在另外送出的这个漏勺一个，汤勺一个，还有两对的竹筷，非常的精美，送给大家。再来，我们今天买的话呢，给大家 GoTC 八结账前使用优惠代码，所以今天买用这个 GoTC 八只需101令吉，要买喽，真的。马上下单，去到我们的网址 www.goshop.com.my 全网免运费，下八级下月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我们都把这个好看头送给你。那海底捞为什么那么的受欢迎呢？你看看这个汤料，这个底料多浓稠，那你想想看它煮出来的汤是不是一定会非常的鲜美，非常的可口呢？它是严选这个材料，而且你看这个番茄汤，你可以做成汤，可以拿来炒菜，可以做成火锅的底料，三合一用，太酷了。就像你刚刚你的那个麻辣嘛，自己在家可以随时的炒鸡啊，炒虾呀，什么都可以配。那当然今天呢我很喜欢，是因为我们非常的齐全啊，所以说我们煮的方式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你的需求，最重要是非常齐全。所以你要吃辣的，你要吃那个番茄酸甜的，还是那个鲜味十足的三鲜，亦或是到你要上桌的时候，你一定要用筷子吃吗？然后你要汤勺这个漏勺去吃火锅的吗？我们都在套组里边，所以非常贴心。这个套组还有我们的燕麦青椒佐餐酱，你看有酱料，有这个汤勺、漏勺，有筷子，有酱料，其实只需要再买这个材料就可以了。来，大家不要客气啦哈，我请大家吃，所以要吃得好一点，我们就可以再加料。当然我们汤料呢非常的够味，所以呢你还可以一直加这个汤，就是其实坦白讲你加清水下去，然后在那个底部的那个浓汤混在一起呢还是很够味道的。而且你想新年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亲戚从四面八方回来，然后世界的每个角落回来，可是你不用担心，因为每一个汤料就有各大包，然后各大两包，所以你想你的料吃完了，你还可以再加汤再加料，吃到深夜，吃到第二天。对，但是问题是这样，你加的话到底要多少钱呢？今天倒转了啊！今天呢在我们 GoShop 这边买的话呢，比起市价可以省很多，跟电视的就不用讲了，电视一定是贵很多的，海底捞高手捏来的哈。但今天你要在超市买的话呢，首先跟你讲哦，它不止贵我们很多，而且呢你有钱也买不到，我朋友就是这样，所以就选择跟我们买了。今天整套就算你找得到呢也要132.2元，没有赠品，但是我们有额外的两双超好品质的竹筷，还有汤勺这一个漏勺，加起来以后呢竟然只需109令吉，但今天可以更便宜，马上输入我们的优惠码GoTCA， 一定要选这个 GoTCA， 马上再扣你8元，就是把红包也一起送给你，只需要101元就可以把整个套组带回家。是的，你看，因为刚刚就多了一位鲜肉在我们的餐桌这边，因为他嗅到那个海底捞的味道。那我们就问一下帅哥哈，讲真的，因为刚刚我们就问过了两位，他们都讲说呢，就是那个汤料的味道跟在电视没有什么分别。然后这位小帅哥他也是说，麻辣他很喜欢。那你本身又是被他什么吸引到呢？本身最喜欢的是它的麻辣，也是麻辣。我也是火锅的粉丝，我是很爱吃麻辣的。对，所以我吃了这个麻辣之后，其实我经常有在家都会自己煮啊，这个在家经常煮啊。但这一个配料会不会说比起你自己在家煮平时的那个方法来得更加轻松简单？肯定是不是？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味道已经很够。对，就是不用再加任何的调味料。因为你自己熬汤的话，你要准备很多，可能人家自己煮鸡那个 steam 汤的话呢，还要买一只鸡回来，鸡好啦，鸡骨啦，整只鸡放下去，而且熬也要熬好久好久才有，这里直接有这个汤料就没有问题了。好的，所以今天呢，无论是什么年龄，说真的，什么性别，其实都超喜欢我们今天这整个套组啊，而且。新年的话呢，我们可能团年饭很多人要吃，开年饭也是很多人要吃，所以如果每个人的筷子真的放下去的话呢，不海筋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现用的这一个呢，就是 sharing 的汤勺还有漏勺，然后我们的这个筷子呢，你想它是我们套组有两双嘛，你看双双对对，哎呀，对，有两双真的哈，所以呢，今天两双的这一个竹筷。
送给大家，还有这两个汤勺漏勺也是送给大家，方便大家吃。现在为止已经卖出了184套，太强大了，大家马上去下单。你想火锅从汉朝开始就有，为什么大家这么爱吃火锅？我想大家一定知道这个原因。可是现在有这个超值独家套组，每一个汤料都有各大两包，包括说麻辣，还有番茄，还有三鲜，然后还有个人的这个自主火锅番茄小酥肉，再加上我们的佐料就是我们的燕麦青椒，马上拌着吃。哇，刚刚我生吞了，那个实在是太好味道了哈！今天还有独家赠品，买回家就得到了。我们有这个火锅汤勺，还有这一个火锅漏勺，非常贴心。最重要是还有两双的海底捞火锅专用高级竹筷送给大家，是只有在 Go Shop 才有，是 Go Shop 的独家套组，而且再扣你8块钱，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8块钱的红包呢？结账前记得使用我们的优惠代码 GOCZA。只需要101块就能够套组送出去。那怎么用这个勾奇迹吧呢？其实很简单的，可以试得了我们的 app 是不是？ OK， 点击进去呢 ，click buy now 就行了。click buy now 以后呢，就有这个海底捞套组出现，109令吉 buy now。Click buy now again、yeah. OK， 点击进去呢，你可以选择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 discount 的方法，是你选了以后呢，它其实会出现几个，那今天你可以选择80令吉的这一个，就扣了以后101令吉。如果你里边已经有很多 Go Shop Points 的话呢、mm-hmm. 你可以再用它，比方说像今天为止呢，其实我还有这一个45 points、我就可以点一个45进去，所以今天呢101扣多45块的话，歹楼啊只需要56块就可以买到整个海底捞套组咯，太超值了。而且其实输入了这个 GOCZA 它是自动会扣价钱的，所以不用担心。时间真的有限，只剩下8分钟，所以今天呢你要买到整个套组的话呢，一定要在 GoShop 这边买，因为市面上如果你要买到你眼前的那一些的话呢，很多时候他们没有货、而且价格也比较贵，而且分分钟不知道是不是正品，但是我们是原装正品，而且呢海底捞的竹筷送给大家2对，成双成对，好一头好过年。还有我们的漏勺还有汤勺，完全就是包在这个套组里面，一起送给大家。是的，你要以这个优惠价格把这套东西带回家的话呢，只有在 Go Shop， 因为是独家优惠，对比这个价钱你就知道这个差别了。而且今天用 Go 778以后呢，只需101块，109不需要，拿到就是整箱。噔噔噔噔，爱用火锅表达，把这整个套组一起送出去，可以送给你爱的人，可以自己在家里用，你想摆在家里。多么好看 ！OK， 你煮吧、我准备吃就好了。来，我因为很简单，不是我要欺负小女孩啊，是因为她真的觉得很轻松简单，而且她煮了以后呢，味道那么好吃，每个人都讲很好吃，她很有满足感、因为刚才那个小鲜肉也说嘛，很容易准备的，有没有？现在所有人都可以做主厨，真的，所以煮的好吃也不关你事嘛，反正这是她的事。所以，但是问题是，就是那个满足感，因为大家都会讲很好吃嘛。对，你想平时你可能想煮给你的爱人吃，可是因为觉得可能煮的不好吃，可是现在有海底捞做保证，25年嘛，所以不用担心。而且很省时间，因为团年饭呢，还是过年的时候要团聚的时候呢，你要准备东西去煮的话呢，真的是很麻烦的。但是今天呢很省，你只要把新鲜食材买回来以后呢，清洗以后你就准备全部丢进去，就可以大家一起吃得很开心。那当然今天的话呢，你看我们呢，你可以有看到这个制造日期，也有呢是这个 expiry date， 好像这一包的话呢，它直接有这个 expiry date 在上头。你现在看到这个呢，这个是 manufacturing date， 你现在看到这个呢是它的这个制造日期，所以买回家的话呢是有1年的这个保鲜。那套组里边呢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一个我们说 free gift， 还有这个配件、就包括了这个燕麦的青椒的佐餐酱，是这个餐酱的，跟你讲，就算你不是配上其他什么好吃的佳肴、只是单单拿来配饭拌饭拌面捞面，已经好吃的不得了了。是，而且刚才说这个套组里面还有这个汤勺、漏勺各一个，还有我们的竹筷2双送你大家，真的只有 Go Shop 才有。对，你看这样子捞一捞，这样子就可以很好吃。而且海底捞的由来呢，其实他们以前是在中国那边啊，他们是打麻将，然后呢就是最后我们说吃那个食物的时候呢，他们不是想什么，就是食物的时候呢就叫做海底捞，捞那个最好的那个牌就是鸡糊。所以今天呢好嘛很乖的，把这个鸡糊啊你带回家就是一个好运，所以每个人带回家以后呢就是最好的那一个
都可以吃进肚子里边的海底捞，而且太方便了。你想打开那个包装放进去，把那个这个水裹了之后烫了之后呢，就把所有料放进去，太方便了。可以拿来炒菜，可以拿来做火锅，可以做汤。那现在看到这个呢，哎，跟刚刚的那些颜色好像很不一样。对，因为这就是非常新鲜清甜的，它是三鲜的味道。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去吃海底捞的时候，去下店呢，三鲜我真的超爱的，因为就是很鲜甜，然后它是选用这个严选的高级虾米，加上这一个榨菜，对，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一个很强大的这个材料在里面，还有虾米、榨菜跟香菇。哦，香菇，对对对，那所以呢， 我们拿来熬汤的话呢，这一个三鲜味呢就聚成一锅，这样子的话呢，你吃到了就是最新鲜、甜美、可口的这个汤底。嗯哼，你看这整个套组呢，除了有这个汤料各大两包，然后我们麻辣香、三鲜跟番茄，现在还有我们的汤勺跟漏勺一起送给大家，还有竹筷两大双，这真的是很贴心哎！那这个是有两双给大家的哈，这个呢有一双嘛，对不对？还有我的一双，对，它有印上这个海底捞火锅的字眼在上头，所以呢，绝对不是送你什么劣质的木筷子，它是高级的竹筷子。是，而且这个你看它很长，所以不用担心会烫到手。然后你想自己拿出来多好看。对，而且很贴心，因为我们吃 steam bowl 的时候，有时候你不想那么多汤，只是要它的料，只有汤底，只有汤勺根本不够，所以呢，我们漏勺、汤勺都有齐全的。那现在目前为止已经卖出了211套，已经超出了200，已经211套了。所以今天要抢了，因为市面上就算你有钱，你也很怕买不到。是我朋友真的是这样跟我说的，所以最后还是选择跟我们 GoShow 买，就一次一口气买了4套。那今天依然可以有机会把它带回家，在缺货之前了。今天画面上看到的只需109令吉就可以买回家自己煮。那你要方便煮的话 ，Instant Steam Bowl 也是有在里边。是，而且今天还有礼物一起送给大家，漏勺一个，汤勺一个，还有专用竹筷两对，只有海底捞在 GoShow 送你才拿得到。用这个方法是最超值的，所以今天真的抢得很快，大家都在结账前呢使用优惠代码 GO778 就可以获得8令吉的即时回扣，只需101令吉就可以送到你家。直接去到我们的网址 www.goshow.com.my 马上下单，包括沙巴及沙月都是免运费的。那今天什么味道都有吗？我们有三鲜，有这个番茄，当然也有我们麻辣。近期大家都很喜欢吃麻辣，你可以要吃那种 hot pot 干炒麻辣，其实这个酱料也可以那样煮。是，而且还有很多的煮法可以做成这个麻婆豆腐，可以拿来炒，可以做成香锅，可以做成汤，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今天有很多朋友来，还可以一直加汤加料。不用担心不够吃，番茄就更加不得了。这个说起海底捞，大家最喜欢就是它的番茄浓汤。那这个番茄浓汤呢，不要以为说买回家的就跟店的差很远，对，有人说甚至比店吃到的更加的好吃，因为它全部浓缩在里边那个汤包，所以你自己自行调好那个水的分量以后呢，你就可以吃到有多浓就有多浓，而且用的番茄当然不用讲，是最好最上等的。马上再扣你8块钱，结账前呢一定要输入我们的优惠代码 GO78， 现在只需要101块就能把这个套组带回家，赶紧下单，因为呢煮火锅是最让大家开心的。那现在目前呢最后1分半的时间，我们已经卖出了250套，可能有机会抢不到了。过年前大家都是以这个最后的一次机会去抢购哦。是，大家一定要马上下单，马上下单。你想爱要用火锅表达，记得要输入我们的优惠码 GO78， 只需要101块就能把套组带回家。是的，那今天当然除了说有这个汤包各两包，所以有6包以外呢，其实都是不同口味，还有番茄，有麻辣，有三鲜，其实还有自主的即食的这个迷你火锅，它很方便，比起你煮泡面更加方便，因为泡面你一定要有这个开水，就是烧水嘛，是不是？这个不需要了，打开以后呢，全部料都在里边，吃的，然后要煮熟的料都在里边。什么叫煮熟的料呢？就是那个发热包也在里边，不需要去熬热水，把那个煮热水，直接把水呢盖过那个发热包在底部，然后在那个我们说那个盘子呢放完那个佐料在上头，再加满水以后呢盖起来，15分钟就可以立刻食用了。是，而且今天的套组呢还有这个好好吃饭的这个佐餐料燕麦青椒，可以拌着吃，可以拌饭，可以拌面，也可以拿来把这个煮好的火锅料一起沾着来吃，
对，整个味道就更加的惊艳。又或者是如果今天你真的说没有什么时间去买好料，然后呢你也懒惰煮的话呢，这个是大派上用场了，就一个清汤，然后把这个佐料全部加上去，滚了以后呢，哪怕你只是放米饭进去，泡面进去，捞在一起吃，就可以喝到很新鲜的浓汤。所以赶紧下单，继续留守购票。我是一线陈医生，我是 K 佳琪，购票心情贩卖，祝您购物愉快， yeah! 一起捞，赶快订购，拜拜，新年快乐。让您随时随地购物。